隐藏驻美还有10次，这要是都卖出去，有2000多万了。重炮典藏也有10次，基本上抽了都不卖的。车的话，大家自己看吧，好多名字我都叫不上了。这号什么都好，就是核心没上去，它只有1-2星。新版本要磕的东西太多了，现在大佬都顶不住，很多人也是因为更新腿摇，导致很多皇家号出不去。这号估计能卖个6-7千，大家觉得能多少出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